丫丫总是往沙发上跳，我就把她抱上来，让她玩一会啊。沙发上面垫个东西，防止她拉粑粑。她睡着了，真会享受。她可能也觉得沙发比她的小床暖和，比她的小床舒服吧。哇，多舒服，太会享受了，丫丫。原来是假睡呀，眼睛都睁开了。丫丫这身上羽毛好软，身上好暖和。丫丫，我看一眼你的翅膀，你暖不暖和？哇，这个翅膀你太暖和了，比我冬天的那个热水袋可舒服多了，软软的。这个冬天再也不用怕手冷了，冷的时候就把手放在丫丫的翅膀下捂一捂，太舒服了，舍不得拿出来了。丫丫看我干啥，捂一下没关系的。到冬天咱俩一人一边，你捂那边，我捂这边。丫丫睡得舍不得走了，我都没在那里坐了，她还在这里睡得好香，太舒服，舍不得下去了。